群众自发组织来到各辖区道路进行铲雪除冰。今天早上7点多钟来的，差不多8点了，早上到了这里。现在都在外面两三个小时了。对，现在衣服汗湿了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寒风刺骨，但是丝毫不能阻挡大家义务扫雪的热情。瞧瞧这位70岁的老党员，干得十分的投入。今天个跟老婆走步，车子放大滑的窗户好走，我看着过不得太太好，这怎么走这去吧？您在这扫多久了？冷不冷啊？有一个多钟是吧？感觉脸都冻红了。没事。一个是取消休假，第二个是24小时值班，做好这个日常巡查以及这个破冰的这些工作。我们就是对那个小区的这些需要关注的人呢，我们会组织一些这个慰问的。据了解，今天一大早，星沙街道的多个社区都组织了义务铲雪除冰行动。此外，还对辖区内的空巢老人送上了新鲜的蔬菜和米油。孔奶奶今年68岁了，自从老伴儿去世后就一个人独居，前段时间还不慎摔了一跤。您一个人怎么办啊？我就搞点酸菜汤了，辣椒啊，就是在家里有剁辣椒，有辣椒萝卜就好用了。就还是不方便下去买菜了。我怕半，我手不方便，我手半脱的，那阵子我半脱的。徐记他们，我社区真的太好了。上了年纪的老人平时出行已经很困难，再赶上个雨雪天，吃饭也成了问题。老人们说，社区的行动无疑是雪中送炭。住在2楼77岁的梁奶奶，因为子女离得远，平常也是一个人生活。见到社区工作人员的到来，她一直在不停地说着感谢。天气变冷，第一个自个多穿衣服，少出门。有么子困难的就给我们打电话。没得困难。晓得不？我还有我是社区还有我是关心我咯。中午不能时刻这样子，一旦一些案件完了社区噻，那不可能噻。社区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将对社区的空巢老人、困难家庭逐一进行上门走访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，让他们。